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地平线：期待黎明》。防空洞太好用了，防它只是弱化，伤害还是要专门的武器，伤害就是冰起来再打啊，所以我才先冰再用年弹炸，这已经是伤害最高的组合了。嗯，眼睛也是弱点，不过它晃来晃去我打不中啊，太难了，不如一直丢吧。推荐我的准度，非常的弱。耶，过关！There we go. Information to help me override more machines.你超机然，当然啦，可以有这种东西可以用，当然要用啊，不然我哪打得赢？我烂技术哎，这叫做智慧，自己想自己都觉得不太好意思。最大的弱点是身体中间的那个炉心，是哦，那个炉心我一直都没有击中过。To find more about that machine to override it. Another cauldron. 这一次还不能覆盖。我先把绑绳放回来。绑绳平常应该比较用不到。有绿色还是可以的。非常争气的绿色绑绳。那接下来就是开场景兽好了，为了避免跟青眼蛇对决，传送绑手去买好一点的吧。好，等去植物城的时候买，等一下还要经过。上次看我低等级打都打炉心，你比较准啊。可是我上次看你打都没有特别注意你打哪里，我知道你一直在打。绑要绑大只的，雷霆牙不够吗？你想要绑什么？觉得雷霆牙已经很大了。就我们没有消耗太多的那个药草，也没有消耗太多的药水。现在都靠防空洞，武器都升一升了。目前我能升的都大概升了耶，大概就是升那个绑绳是新的武器，之前没有在用。原本轻松换极寒之后就真的有难度了。买 PS4 会迟吗 ？PS5 几时出？我是觉得应该不会迟啊。然后 PS5 现在一个消息都没看到，几时出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They're angry. 哇！哇！哎呀！摔下来，跳蛇学起来就无敌了，这么好哦！我缺的是技术了，回去练好黑魂再来吧。我都已经破关了，我还是这么弱。
为灵之曙光效力。要是我得再听一次为灵之曙光效力那首烂歌，我发誓，在那个旋律再次污染我的耳朵之前，我会先刺穿我的耳膜。那首歌一点也不激励人心，不必机器人动手杀了我，这首垃圾就会先害我自我了结。我愿意立刻一命换一命，杀了那个做这首烂曲子的王八蛋。世界都要末日了，不能有一首像样一点的歌吗？这恨也太狠了。开见面会的话，这个可能真的要被杀。他们是被偷袭，资源带不走是吧？不晓得覆盖大招还能不能顺顺利利的。交给你喽。我现在都不知道谁赢的。看不到血量啊，完全不知道谁占优势。准备好冰剑吧。哇，同归一起死了，反而轻松。你还没找长颈鹿开图，我正要去啊，在旁边偷杀，反正蓝色的自己人，剩到自己人会消失哦。那个覆盖会消失，优势自己制造。我想要测试，因为之前都是我家的会赢，没想到这次居然是打平手。哦，现在连牛都要怕他几分。我认真开始觉得我需要支盾者。地形好，有一种哇！最近学那个玛雅，然后就有一个东西叫教科刀，它表面上涂一涂，地形就会变这样。还有我在想到那个。那就用绑的啊，现在要绑谁？铁锈之地啊，各式各样坏掉的机器就对了。我觉得这好像是那个死亡信使的那个残骸而且还是好几只这里应该是战争的地方。然后我觉得这边的
这边的敌人都好分散。非常的分散。如果能抓那只火焰风背兽的话，我应该就I found the cauldron they were made in. I could learn to override. 就无敌了，可是我应该还抓不了火焰风背兽。火焰风背兽，对，还没有办法用烈化剑让他们自己打。烈化剑不是要覆盖哦？好啊，来尝试看看，就是新听到了一个招式。You'll do. 我觉得其实这么散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不见得可以打成一团。抓这只鸟好了，覆盖，打架咯。哦，只有一只，我得让他们更混乱才行。就像你说的，试试看烈化剑吧。小鸵鸟是不是被秒杀？烈化剑是第三方势力哦，所以他一样会打我，就隐身偷射吗？覆盖有上限吧？我不知道，因为他有冷却，所以其实我从来没有覆盖过一只以上。我那一只居然现在才挂，等一下，我要多一点。黄色的，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两个互相喷火，又点不着，又撞的啦！怪物擂台的招式又多一个，真好。不会因为被射烈化剑就觉得我可疑。哦，烈化了一个。You're not gonna like this. 好用，这招好用，因为烈化剑没有伤害。原来是这样。Now they're hunting me. 这招神好用啊！好了，这样附近应该算是比较安全了。我得找一个上去的地方。我猜这个斜坡应该是可以的。I think I can leap onto the tonic from here. 真的？
Okay, time to climb up to its head.这一只，可别掉下去啊！整个看，不过那个门又是什么嘞？如果说这里是古老的战区的话，那个门看起来不太像是之前文明的东西了。还有这个石柱也像是人工的，就很奇怪。如果是人工的话，又很奇怪，不晓得。那边是有个裂化区啦，就往那边去看看吧。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千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